挑战 RPG 吃鸡，那也太容易了吧！想当年炮星可是火力对决之王呀，就你们还给我抢飞机，痴心妄想，还不是被我轻松的抢到手？哎，还外抢了两个敌人。你们俩跟我凑什么热闹呀？你开的，你看这个小黄鹰。今天我要做任务啊，我不跟你们玩游戏了，先把你们扔下来，我要换个飞机走。哎呀，有毛病啊你！把你们放了还锤我，太没良心了吧！锤他！锤空气去吧你！我先走了，这俩人太不友好了呀！等我捡 RPG 来轰死你们！研究所居然没有人，那 RPG 就轻松的拿到手了呀！哎呀，真的是上天眷顾呀！看来光子在冥冥之中保佑我们。这期挑战失败惩罚好像是让我唱歌呀，小心有点害羞。直接弹武器枪，因为咱们只有 RPG 子弹10发，根本不够打，咱们至少要搞30发。下面有个人，看我直接换位开炮。RPG 就是猛啊！你们怎么会让我用这么简单的武器来吃鸡呢？兄弟们太照顾我了吧！妈咪妈咪轰，芝麻开箱。哇，这么多好东西啊！还有榴弹炮，可惜我带不走啊，那就搞一把加特林吧。刚才我看好像 Y 船也刷新了武器箱，我们赶紧过去，应该来得及。看来已经被舔了，那我就舔你们吧，反正都一样。好的，我们悄咪咪降落房顶，先把他们飞机打爆，让他们想跑也跑不了。貌似有个进房的啦，那就先轰你吧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吃我一炮，直接击倒。好像不知道我位置呀，这楼顶还是不错的。哎，我怎么掉下来了呀？脚滑了一下，听一下脚步，好像在前面救人，再吃我一炮。哎呀，太爽了，有重武器就是爷爷呀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赶紧过来，再不来我就要撕票了。到美滋滋，哎呀，让我舔一下。 RPG 在哪里啊？ RPG， 为什么这个人有10几发子弹呀、啊？都给我拿过来，全部都是我的。哎呀，太肥了。再来看一下武器箱，还有一把 AWM， 算了吧， AWM 用不到啊，我已经肥成一个猪头了。那就继续，不要停，向监狱进发。监狱那边好像有人，没关系啊，我才不怕你们呢，这把鸡我必吃无疑，因为我是火力之王，就算天王老子我也不怕。哎呦，这帮人火力有点猛啊，给我等着，我降落来揍你们。还打来劲儿了你，爷爷马上收了你们，准备吃我一炮。爷爷轻点啊。你们人多欺负人少啊，太不要脸了。好吧，那么作为惩罚，炮星就献歌一首吧，唱得不好听大家不喜勿喷啊。由于是手机录制的，声音有点小啊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故事里的那个他，海南冬天没有雪，但不影响他开着花。自从你走后回到了没有你的家，就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。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，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，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，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。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，学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。我走进你的世界，别怪我太遥远，愿意为10年的奋斗换你1小时的笑脸。你当时特别的可爱，但能不能靠近点，你不说真心话，你让我为你怎么打冒险。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，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，感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，我也无法割舍不得。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，回忆的一幕幕不断的在浮现，不后悔曾经爱。